Hello， 为什么歪歪的 ？Hello， 哎呦，我真的不喜欢穿白 T 耶，看起来好，看起来很不 OK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Hello。晚安啦，大家。来放音乐。没有刚睡醒啊。哪里像刚睡醒？还是问像刚睡醒吗？谢谢泡芙大叔的银白芒花。我是刚在弄我的刘海，弄超久了。还是很奇怪，我最近刘海一直好奇怪，好烦呐，很讨厌，就是不能乖乖的，一直长得很奇怪。网络怎么那么烂？单压。而且我今天还有喷发胶，因为我不想要它一直乱乱。今天口红比较深，真的吗？应该是因为穿白色衣服，对，是吧？谢谢真情告白，噔噔。那召唤的眼睛下面是珍珠啊，就是珍珠，就是珍珠啊，就只是珍珠。对，也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珍珠。对，怎么讲？就是珍珠啊，完全没有解答到。哎呦，他干嘛逼我穿白 T， 就很黑哦。谢谢包子的啾啾你哦。谢谢西西的银白芒花，谢谢哲哲姐姐的圣诞亭。重出江湖了吗？什么重出江湖？旗下版没关系。对啊，现在穿是在笑没有买到的人。哭哭哦，高铁哦，怎么大家都要搭高铁的感觉？好，我牙齿好痛哦，刘海长长了，可能应该要剪一下啦。我今天洗完澡来剪一下好了。今天你有听话吗？不听话，我弄超久，可能有十分钟了。从一边牙痛，对啊，这边啊，我有没有讲？之前国中的时候，我有抽过神经，最后面那时候是最后面那颗牙，因为那时候还没长智齿，现在是拔完智齿了，所以就是。还是算是最后面那颗牙，就正后面那颗牙，臼齿嘛，臼齿以前有抽过神经，然后那时候我不是去拔智齿嘛，然后照 X 光，然后那医生就说，医生就说，他看 X 光有发现那个，有发现。抽过神经的那一颗，抽过神经的那一颗牙齿的牙根好像有发炎，就是那边的牙肉好像有发炎，就是 X 光，我真的怎么没有办法讲 X 光上面就是黑黑的，哎呦，我不喜欢这个，我要打开我的圣诞机，
这色不是显白多了吗？蛀牙，对，没有处理好，对，没有处理好，所以现在有点痛。主播上衣服有买，来 get 同款啊？没有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 get 同款啊！怎么突然又牙痛了？噔噔噔噔，对，我在笑没有买到的人。好，反正就是，对，现在就看不到圣诞节。有开饭要吗？没有，因为就是我劝那家专门拔智齿，他没有在处理，就是抽神经，他就是专门拔智齿。对，然后我就怎么样？我一直忘记我要讲什么，就是反正就是我现在就是他整个牙齿肿起来的感觉，就是他整个牙齿往上。然后我咬下来的时候，就一直先咬到那颗牙齿，因为它肿起来了。但是前几天还没那么痛。然后之前他有说我就是臼齿的牙根发炎，然后他说我可能没什么感觉，是因为就是已经抽了神经，所以比较不会痛。可是好像没有处理好，所以我要再做第二次的根管治疗。我上次好像有讲过，应该不是。我不知道，应该不是咬到牙了，就是牙根在痛。对，好可怕，我真的很害怕我那颗牙齿又没有了。因为它是就是后来又在发炎。就是一般来说根管治疗完不是不会怎么样吗？然后后来发现我那颗牙齿的齿，就它补过的地方好像有蛀牙。对，肿起来就蛮严重，要赶快去哦。可是预约牙医大概两个礼拜后，好可怜哦。明年会卖今年剩下的圣诞题，什么事？不知道。他不在这里啦。对啊，他刚刚肉肿起来还是牙齿肿起来？肉肿起来，牙齿怎么可能肿起来？但是牙根的地方肿起来，而且我本来还以为是因为就是之前可能是有智齿就给他就是挤压，然后他就控就是压住他，但现在没有智齿，他就有会松动的感觉，可是应该是不会啊。就是根管治疗过的牙齿本来就很容易松动，因为它没有神经，它空空的壳。我不知道，我好害怕哦。就像撑过两个礼拜，牙痛真的很讨厌。根管容易没弄干净就会痛会肿，讨厌。是不会痛，但不是不会发炎。是还是会痛，是可能没那么痛。我原本现在可能痛到要打滚，可是现在可能减轻了50%这样。但前几天就是还好，就是咬的时候会有感觉，就是有感觉这边有点小痛，可是今天真的好像有点痛，就是真的蛮痛，但是也是不能咬，而且好像是牙根的肿起来，我超害怕的，我真的很怕我那颗牙齿要整个拔起来，然后就是做假牙之类的。而且好花钱，一颗假牙不是要去几万吗？还是我可以把智齿种回去？我智齿超级健康的，是超级健康那种，就是完全没有蛀牙，然后就是很完美的一颗智齿。在光明正大吃冰淇淋、吃布丁了。今天还是解题没有啊？我上次没有穿姐姐题。对。智齿这种就是这样，不是啊，就是我不知道，智齿就长得超完美。他那时候在说我那颗根管治疗的时候，会想说还是我戴个牙套，然后把那颗根管治疗的拔起来，然后智齿给它往前面移。我智齿超级健康的，智齿哪可以种回去？哦哟，看到自己被拔下来，智齿本来面目全非，难怪那么痛。智齿没有面目全非，智齿超完美的一颗。你保自己一切好的。这件它是拿多少号啊？
都神经有差，我不敢叫吃安非，傻眼。我刚刚脑中突然好有画面，就是他就智齿搬走之后，然后他就出来出头说 I'm free， 那个画面感觉很好笑。智齿下来的时候变成三块，我之后把水平应该要变好多块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因为那医生说我牙齿很大颗。Dobby， 我觉得刻掉门牙直接一直假牙装上，假牙很贵不是吗？十几万吗？上回去要浇水才发芽，自体植牙，对啊，因为这样戴牙套好浪费钱。哎，可是牙套会戴在后排的吗？是不会啊。哎，我不知道哎。牙齿哪可以种回去？好想种回去哦。那我智齿超级健康，可是我这个臼齿，我那时候照 X 光就觉得它好可怜，就是它被掏空了，它中间就是剩黑色的。其他牙齿都是就是白色的，然后只有那个根管治疗的左边臼齿，它受伤了，它被掏空了。我们帮我的左边臼齿取一个名字好了，还是它就叫小空，还是叫小舅，哪一个比较好？小空，他的心空了。对，你的牙齿可能会被医生劝退。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现在补牙齿越来越贵哦，也有便宜的假，可是有人在补旧齿的吗？看材质差异很大，真的可以种回去？真的假的？小舅感觉很亲切，叫 Dobby， 他那颗自由的牙齿，还是就叫他 Dobby。 Sola，你们今天要叫什么名字？他好可怜，我真的很难过。他居然要，你们想象他历经人生重大手术要历经两次哎，一般牙齿可能就只要一次的人生巨大手术，但他必须经历两次哎，因为医生没有把他处理好，是吗？我现在在怪医生吗？因为。那时候没有处理好，所以小舅要再受苦一次。大家帮小舅加油。小舅还是小空？叫我的名字，毕竟我心也空了。他叫小果，他叫小空啦，小空蛮可爱的。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Dobby还是小空？邻国的锅，医生你在看吗？有一种水是掉下来，对啊，臼齿补牙很正常。哎，可是就是我真的在想，哎，会不会是因为我拔完智齿之后，我那个肿起来的，然后它就开始移动，因为它就牙根不是肿起来嘛，它肿起来之后它就往旁边移动一点之类的，会不会？好可怕哦！我好害怕哦，而且要根管治疗第二次，我根本就不敢。我超害怕看牙医的，为什么要我受这种苦？我都有乖乖刷牙，还要用牙线。吃东西都正常，还是像这样把这些牙忘记？就是慢慢吃啊，就是咬的时候会痛，好可怜。就是会痛，那牙力次数还会继续的。我这边两颗智齿还没拔，我这边拔完智齿之后脸会不会不见啊？我这边脸已经就是有点太尖了，我有点不喜欢，有点尖锐。我现在脸有点太小了的感觉。我前阵子有拍这个角度的一个照片，这样，那我的脸竟然小到爆炸，就是我的脸居然是尖的。就我的脸居然是三角形，这样是尖的，以前还是这样，以前还是圆的，现在是尖的了。就这边的脸我不想要再小了，我想要这边再小一点，这边脸真的超大的。
是吹自擂吗？不是，我要坚强。好，对，我还是没脖子，都比不坚强。对，会不会凹下去？没有，我的那个智齿的那个洞还是凹的，它什么时候会好啊？而且我都不知道要不要，就是帮它清洗。对，但医生没有说要，我就没有去，就一般漱口这样。但不知道那个坑什么时候会被填补。鸡蛋脸、瓜子脸，是真的变很小，还不觉得吗？我的婴儿肥消掉了。失败的心，而且我最近都留晚自习，好了，没有到很晚了。我最近都在学校读书，放学留下来读书，太认真了吧？看要不要继续挖坑？不要，我不敢。有缝啊，我缝了，然后它又拆线了。蛋脸还好，对，下次去应该会被填起来，会吗？不会吧？为什么被填起来？而且我下次一定要塞胶原蛋白。一两两一，要漱口大概两个月，两个月太久了吧？很快就愈合，两个月超久的。我的脸就要会有四个洞，然后两个月才愈合。跟我开玩笑，啊没有，四个洞哎，像我现在就一个，但还再一个，然后再两个，但我一定会先拔这个下面的，然后上面，哦这边两个应该一起拔，这个之后再说，上面的这个再说，幼稚是右上至右下至。左上至的话应该最后吧，我应该会先把右上至跟右下至，右上至会先把四个洞，大家可以当仓鼠。不要，那四个洞塞食物感觉超级不舒服的，我到现在还不敢看那个，我还超想把那个就是洞然后打开来看一下，但现在不知道，感觉它就是可以打开，超想打开的，听起来有点猎奇。哎呀，跟你一样的经历不孤单，有些人根本就没长智齿，好不好？有缝会快很多，我是直接把洞比较大。啊，可是我有缝跟没缝一样，还是有洞啊。脸会用针筒冲，有啊，他之前有给针筒，可是我后来医生没说要，就缝线完拆完之后，拆完线之后医生就没说要缝了。在讲什么？医生就没有说要冲了，我就没有冲了。就最多就是漱个口，对，偷看一下再盖回去，我不敢啦，我怕我会害怕。也就是瓶子哦，等一下哦，右下瓶子越来越长，右下瓶子、右上至跟左上至，右下瓶子跟右上至会一起拔，然后左上至最后吧，对。姐姐那两个瓶子，她只剩一个瓶子，她剩左下瓶子。爸爸为什么去打游戏？不听我分享牙齿的故事吗？帮他们取很长的名字，这样就会自然忘记他们。不会。不会忘记，因为我是照他们的地理位置和什么东西取的，对，不会忘记，而且忘记你们也会提醒我。右下至平听起来比较顺，好，右下至平，对，当然是要省胶原蛋白，我水平智齿一定要塞胶原蛋白。这边脸真的看起来。好尖锐哦！很尖锐。
拜，晚上好，休息好，一定会。现在跟朋友约好了，好，十分钟开始计时，没有了，玩完就回来。Boss 比牙齿重要，给我三分钟，好 ，OK。山下智久，右下智平。我要想三颗一起拔，哦，都塞一点。他这个蛋白那么大颗，我不相信他全部都有塞进去。这么大一颗哦，就是长这么长，然后宽这样子，怎么可能这样塞得进那个洞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另一边就算了吧。山顶小智，阿拉伯联合大公园干嘛？这个，你把它尘封起来，对。让人想问谁啦？什么幼稚四兄弟？破牙齿真的好痛哦！少年的妈妈，而且我是靠近这边，这边牙齿跟牙齿中间侧边有蛀牙，对，我超级讨厌补蛀牙的，因为很痛。超级讨厌的，我超讨厌看牙医的，应该没有人喜欢看牙医吧？牙医真的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个医生，啊，不是医生可怕，就是体感最不舒服的一个病。对，想要只痛一次不补会痛好久。是没错啊，可是真的会想逃避看牙医耶，而且每次看完我都觉得我会要飞了，好难过。那牙医就一直痛下去，所以还是要去看了。我真的很想睡觉。没看牙医，但我的牙医体验都好惨，而且我本身就很怕看牙齿，但我就一直蛀牙，我没办法。看诊所柜台姐可以吗？不行。喜欢护士不喜欢牙医？好哦。除非牙蛀很正。你们这群现实的人。喜欢看牙蛀加一。OK。看到牙蛀漂亮的牙医。好。对啊，牙医的机械声音就是他那个电钻，我小时候就会觉得像那个什么杀人魔，然后拿那个锯齿的那个电锯，然后这样咦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要把我的牙齿戳爆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，我真的超害怕的，就是很莫名其妙，然后有时候不是有时候，而且还会很痛，就是会很痛，很有感，而且医生根本就安慰不了我，很痛，超痛的，而且我会咦，就会一直，我一直往后。对，小时候啊，现在应该不会。我一直往后，然后医生就说不要动哦，放轻松这样。基本是一样的事情啊，马达声很可怕、啊，但都是男人的浪漫。为啥？看，常看牙医就不怕，我真的很害怕。牙蛀在很台，好像他们都有挑过。好啊，你们就去看牙蛀就好了。反正我没有看牙蛀，我就自己享受那个。看牙的痛苦，声音很电钻，对。我上次拔智齿还是直接打麻药，没有喷麻药。但我之前抽神经的时候，他有先帮我擦麻药，再帮我打麻药。我不会痛啊。对啊，牙医就是风凉话的感觉，说放轻松哦，不会痛哦，这样。很痛好不好？我那个专辑想成第三集，然后我就很想笑，为什么会想成那个？我只会觉得那超可怕，就是他在对我做，他在伤害我的牙齿之名。风凉话，享受看牙的痛苦，对。干嘛跟牙蛀吃醋？没关系啊，我知道你们都这样，我习惯了。喜欢机器人的动画迷的梗哦，电钻的声音是我职业的热情全员。而且我跟你们
们讲我用新的洗发精，是妈咪的朋友送她的生日礼，好像还是有，但是没那么油，我也不知道，它是茶树精油的味道，好像还蛮油的，但那个好像很贵，姐姐，我不知道姐姐有没有跟你们分享，她最近买一个梳子，然后是那个梳子的，我现在没办法发出嘶的声音，是那个梳子的铜牌的 A 开头的什么 V 的洗发精，然后我昨天用了，是蛮香的啊，真的是那种茶树精油的味道，嗯，茶树精油。比较机会看牙医，那个水都会碰到我的镜片哦，真的耶，可是没有，我上次拔智齿的时候他有帮我把脸盖起来，我不知道你们拔智齿的时候有盖吗？在医学院的时候要先考电钻执照，真的假的？像小孩子才跟你说不会痛，我都问他1到10有多痛，这样他也不会安慰到我啊，再一下就好，再忍耐一下，不是啊，就真的很痛啊。是的，现在在很痛，因为我不能咬。AVEDA 我不太清楚，但姐姐有分享嘛？当牙柱一定故意蛀牙，好哦。A 什么 V？A 对，还是 AEV 呀、啊？我等下去。它是好像是一个美国的牌子吗？国外的，然后是舒吉，他最近都在业配，他没有跟你们分享舒吉，那妈咪生日还收了很多东西，我想说这就是大人的生日吗？妈咪的生日收很多口红，就是有人他朋友订做护唇膏给他，上面有他的名字，英文名字，然后还有他这次收到很多清洗类的东西，沙泵你们知道吗？有沙泵的去角质的，还有乳液，然后还有。还有一个牌子的洗手乳，还有手的乳液，然后很多啦，乳液算清洗类，算吧，没有那个去角质就是清洗类，对，妈咪的礼物都被我们瓜分，都可以定做啊，你们不知道，我现在很多朋友，对，嗨，好久不见，嗨，北极星。贵妇的世界就像浮世花，对啊，真的哎，听起来不能说还没有，我们也瓜分了，我瓜分到一个那个滴滴的一个小包包，我也瓜分到这个小化妆包，对，这些东西怎么感觉很适合妈咪？可是妈咪不擦乳液啊，都被我们瓜分。还是谁生日？对啊，因为妈咪每次收到的礼物都是被我们瓜分，因为她很少用。但它其实是正品啊，就是定做那支唇膏的正品。它有一个皮味耶，不是皮味，是咖喱。然后还有一个香水试用，对，我超级喜欢这个，我超级喜欢 Miss Dior 香水，就是我国中朋友送我的那个香水，就是那个粉色的那个蝴蝶结的那个，然后这是那个的试用品的不一样的味道，这比较甜，对，但我超级喜欢这系列的香水，而且包装又很可爱。但有可爱化妆包不是纸袋，我已经早就没有纸袋，我现在化妆包换超大的，这么大，比我的脸还大，对，
今年赠品不要瓜分 D 比较小还可爱，没有啊，就妈咪就不会用啊，我们拿来用不是更方便吗？更不浪费吗？香水试用品也喜欢，但我现在其实蛮喜欢收集香水试用品，因为出门的时候可以喷这个，就是随身携带嘛，对 Dior 的。啊，怎么没了？没有，我没有全部拿走啊，像耳环那种，妈咪就会有。那我有讲过一个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一个牌子叫做芭蕾舞林还是女林，是法国的一个牌子。然后妈咪有收到一个朋友，哦，就是我忘记我之前有没有说，就是会送我们礼物的那个阿姨。然后她之前有问我要不要那个耳环，但我想说一个耳环要5000块太贵了，然后我又没那么常戴耳环。对，我就跟他说没关系，然后后来他说我妈咪生日礼物是就是那个耳环。现在头发红红比较多，真的，可能是因为那个洗发精哦，有可能哦。啊，那我要买多一点，但洗久了就不知道会不会不一样。蓬松真好，重点是你也没有耳朵，没有，还有耳夹，怎么可能没有耳夹？那个阿姨到底要放神圣？第一排香水试用品都很漂亮，对啊，可它这个是就是涨价试用品，变得我也好看，谢谢。可能今天头发比较蓬松，现场开箱。居然喜欢迪奥的味道吗？觉得他们家都超甜，很甜，很喜欢啊。可是我朋友送我的那个好像没那么甜，感觉比较成熟。这个是真的蛮甜的，有转换器就好。阿姨没有缺干儿子哦，没有哦，没有乱认的哦。打完了回来了，我看一下有多久，有10分钟吗？有没有超过？对，然后我后来某天看到诗雅也有一个，他到底叫什么芭蕾舞林哦，应该是芭蕾舞林吧，也有他的项链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诗雅你也，因为那时候那个阿姨刚好问我要不要那个耳环的隔天吧，然后我就看到，哎，隔天还是忘记了，反正就之后，然后我就看到诗雅也有戴那个项链，我就说，哎，你也有买这个？她说，哦，对啊，我妈妈之前去法国的时候买的。然后我说，很贵吗？她说忘记了诶，她说在法国买比较便宜。刚刚打输了，所以我是不是说不要去打游戏？很甜，很适合韩寒呐。但这个真的蛮甜的，很甜的那种。我想一下是什么味道，我快想起来了。其实我觉得香水味道都大同小异，就是感觉每家都有一样味道的香水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拼法，但我不会念。芭蕾舞。然后我以为那耳环很大，大概这样，我以为这样，看图片我以为这样，然后就其实这样小小的这样，耳朵这样小小的。对，但我应该很少会戴耳环啦，说实在的。既然甜，这样甜的会不会太甜？就是它有甜度爆表的一个感觉。怎么我怎么又有点想剪头发？觉得我头发好长哦。我一直觉得我头发比例很不好哎。就是因为我上面头发上面很塌，然后所以感觉下面就不能太长，可能到这越剪越短。戴耳环容易喷妆哟，而且我又是假式的耳环，那么贵的耳环到时候被我戴不见，我会很心痛。前两天也想剪头发，想要帅帅的见另一位。有人不喜欢太甜的，姐姐好像就不喜欢太甜的，她现在都有点用中性香，但我还是喜欢，但我喜欢淡香水，我不喜欢太浓的，像但迪奥不一样，迪奥是浓的没错，但是它是在，就它不是我出门会喷的，看心情啦，就是偶尔出门会喷，
那个喷比较比较浓，或是就是我那天比较就是比较有打扮比较多，就是比较慎重、比较隆重的那种的时候会喷。对，然后这个品牌也送我一罐香水，然后是甜甜的，这个就是比较日常出门的时候喷的。而且那时候品牌跟店员说他是送给可爱的人的，那店员就问他说是怎么样的人，就说哦，是那种可爱可爱的。谢谢，下次握手会再来喷一下，两天我就喷不一样的。喜欢强叔代言的那个旷野之心，强叔是谁？你用的香水但没那么喜欢甜的哦，柑橘类的 no no， 因为怕都容易弄丢了。好，我没有弄丢。刚剪头发，哦，这个念过。自满呢？迪奥最好的香水就是那瓶旷野，真的吗？它是中性香，就是会不会喷香水？公园不会啊，你们又闻不到。公园就不喷香水，你们闻不到。但是有时候香水是喷心情的，我有时候就是打扮好之后，我就会觉得好像一喷个香水，然后香香的，心情就会比较好。对，有一种很特别，不是花香，也不是甜味，木质香。哦，强尼戴普，谢伯承的多远都要在一起，很厉害哦。他竟然有两只猫，为什么最近的特效都有猫？花露水也很赞，花露水是啥？哒哒哒哒哒哒。他的马蹄，哦，明星花露水是，那个花露水是明星花露水，它是会香的吗？我只知道好像已经没了，就是阿妈。以前的阿嬷都在用，以前的阿嬷，现在的阿嬷，以前的年轻人，就是他已经有点是，就是怀旧的东西了，对吧？有人用过明星花露水吗？打扫奶喷厕所，猫派的胜利，对啊，都没有狗狗，木质调偏男生，喷给你闻，看闻不闻得到咯。希望不要有隔板，对，让疫情赶快过去。谢谢 Akira 的和你一起，谢谢。最近都是猫，超爱囤好几瓶，现在有在卖吗？都放在厕所用，除跳蚤蛮好用的。啊，所以那是很香的东西哦，我一直以为是什么化妆水之类的，是香水哦。噔噔噔噔噔，看看我的染发。产线恢复了，真的，因为很多人都要买，是不是？以前的香水哦，他们这些可爱是吗？啊，跟你们说，我前几天放学的时候，在跟别的同学一起帮一个。同学剪成短发，就他原本暑假前，哦，疫情那时候线上课程的时候他剪成短头发，然后现在又长长了，长到肩膀，然后我们就帮他剪回短发，就是超可爱，我们剪得超好的，真的剪得超好的，我真的不是在自己说，真的剪得超好的。甚至比班上同学有人去给理发师剪还好，天才啊！短发给你们剪，对啊，被剪同学也太厉害了吧？因为我们真的剪得很好，就我跟另一个同学，然后他大概剪三分之二，我剪三分之一，对，我剪那个同学的右边后面，然后因为那时候
我本来在看书，然后后来他们在剪头发，我就想去剪一下。然后那个原本就是帮他剪头发那个同学已经剪完他的左边，然后已经在剪后面，我就说我也要剪，我就剪帮他剪他的右边。你们下车以外的人说好看，真的大家都说好看，因为就是他在那个走廊上遇到别的之前高一的同学，然后说哎、欸、剪头发，说对啊好看吗？说剪得很好哎、欸，很好看哎、欸、这样，啊，根本以后想当理发师，而且剪人家头发好痛快哦，很开心哎、欸，就我跟他说学测完之后我再帮你剪，我说三个月之后我再帮你剪，我要帮你剪这样。我已经预约了，然后现在头发还那么短，不会被误会吧？那霸凌也剪太好看了吧？还可以接力剪这么厉害，没有我们就一人一边。但是帮姐姐剪，她一定不让我剪。同学短发的图呢？怎么可能有？以为说真的吗？我乱剪的，没有啦。阿良眼光其实是在镜子上铅笔头，不是。该交出合照还 IG 了吧？不行啊，让他给我同学剪。可是我们学校就会，我不知道我别班会不会，但我们班会就是班会，我们班会大家互相剪头发，刘海啦刘海。但哦，没有，我记得高二上的时候，之前有个同学原本是就是超长，然后他要去剪头发，对，他就自己先剪，他就绑两撮，他真的很长，大概。及腰吧，然后他就好像剪到，后来回来好像变这样，对对对，他好像变中长发，反正他自己是剪的，可能大概这么一撮，他就绑两次，然后这样剪，他在学校剪，然后后来他就是给设计师剪完之后剪成这样，然后后来好像疫情的时候他也剪到短发，剪成这样，他现在变男生头，超短的，那我还是觉得他长发及腰，就是超仙的，他长得很好看，对，他是我高二开学觉得我们班最好看的人，但他竟然把他头发剪了，互相剪头发，这就听起来像互相看不爽，不是？然后就剪刘海，但我也很会剪刘海，但我们班好像也蛮多会剪刘海的，没图没真相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图哦 ，no no， 客套话，下次问其他人要不要给你们剪？哎，不是啊，不是客套话，因为别人不知道是我们剪的、啊。痛快剪东西很爽，超级舒压的，就是很畅快，就是你这样的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好像心情舒畅，抒发学车压力。对，同学都很好看，除了你以外最好看的吗？我觉得还好啦，我自己是还好。放假越久剪剪越短，因为要学车啊，大家都就是不想花时间在照顾头发上面吧。下次还要不要开一列剪发列？要有人要让我剪吗？我真的觉得剪头发好舒畅，而且它原本真的蛮长的，而且它没有铺东西，就是它穿制服，然后我们有用东西帮它接，可是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，就是我还是有，就是我们有两个发型师一个助理，那助理只有帮。那个另一个发型师接，然后我这个发型师就是他自己接，我帮他剪右边，他就我就叫他自己拿，他就这样拿，我就帮他剪这边。然后后面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助理就是没有再遮了，然后他就直接这样剪，然后那个很就是修很细碎的头发就直接掉到他的衣服里面，觉得很痒，让你剃光头，剃光头是不是又更舒畅？对，还有助理。啊，还理发厅，哎，我真的剪得很好吧？什么叫做？这绝对出门可以见人的。怕热吗？不是，学姐看起来不行。设计师剃我头的时候应该蛮畅快的。剃头发感觉很舒畅哎，因为我剪 QQ 的头发，就我帮他剪刘海，就觉得没那么畅快，因为。刘海就一次只能修一点点，可他那个是这样子这样过去，然后一次剪一大截，而且那剪刀又超好剪的。哦，那个剪刀是那个现在男生头的那个人的剪刀，超好剪，就是这样，就是、这样划过去，超级顺畅。就是你这样一刀下去，你就
心情很好。就怎么敢让你剪？我就真剪得很好没，我就很会剪头发，我会剪刘海，但我没有剪过后面。但前几天我会了，所以是直接剃刀下去，剃光头不能一次剃，要先剃外面。不是说要先剪掉大概的嘛，然后再剃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我们在教室剪头发，而且我还不想，因为那个就是被剪的同学是坐着，然后另一个设计师也坐，他坐在他后面，然后我就站着，我站着帮他剪这样，然后我不小心把剪下来的头发撒在另一个发型师身上，但没有，就在他裙子上面，他就可以去倒掉这样，但我不小心就我放在旁边的桌子上，然后没放好，然后他就这样掉下去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那个头发就掉到那个同学裙子上面，但还好啦。设计师对，专业的都用电推，技术不好上面路过去扯头发，真的、哦、会扯头发。我是有被用过剃刀，就是修发尾，就很不舒服。扫地板很，没有没有，不是，而且不止我撒，然后之后全部剪完之后又撒了一次，但不是我撒，是助理撒的。电推不能直接下去，头发过后会卡在头发上，好像很痛。但我不会剃光头，没关系。发型师、设计师，你们是都在超专业的、啊。没有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但是应该有处理干净。电推光撸过去其实会痛，因为它会扯头发吧？直接去厕所剪，当然直接在教室剪啊。其他同学没围观，就放学的时候。因为我读书读到一半，然后就参加那个剪发作战队，我真的好想剪哦，现在，但剪自己的头发感觉又没那么开心，这样子很难剪，不知道哎，我以后搞不好会真的当发型设计师，剪头发太舒畅了，而且我们真的觉得剪的比就是我们班别的同学的发型。还好看。噔噔噔噔，那天晚自习那会就是剪头发吗？不是，好了，算是啦、啊，就一半一半，就先读了书，然后再去剪头发。剪别人的，反正剪坏他不好看，还是别人没有，我真的超会剪，我剪超好看，他自己也很满意，好不好？而且我现在看到他，我就觉得头发很可爱，是的，头发，洗3年5年的头，哦，真的、欸。剪自己头发感觉容易翻车，对，因为就是看不到，他真的大概剪那么短，那我超不适合短头发的。他是剪这种就是完全贴的，但他剪起来就是蛮好看的，他是这样，对，这种长度，怎么看我短发就是会很丑。自己剪刘海，大家都自己剪刘海吧。Hello 佑嘉，自习到一半，好的，现在开始摆拍，没有是他们先剪的。洗头发是个技术活，那我洗头发应该也可以过啊，我都帮 QQ 跟 QD 洗头哎、欸，我超会洗头的，我还会帮他们按头，这什么一条龙服务啊？合伙创业。看一下美发科都剪了几颗假人，你第一次就剪哦，会剪假人头哦，那我要去买假人头来剪，可那头发一摸起来不一样，剪头发真的超舒畅的。邻居太久没剪刘海，直接变中分，现在犹豫要不要剪回去，剪回去啊，但是刘海是真的比较难照顾啦、啊，但现在。高二，你现在高二应该是可以剪，有多的时间可以照。高三就放弃头发，对。其实我也该剪了，不要现在好短了。而且我一直觉得我才刚剪完，这头发又好长。还是我长很快，你是
再给我爱理由。比如大直有美容科，晚上经过都看一堆人头，超吓人。他们会把头放在外面哦。现在那海岸的练习生命，那你肯定要先把头发留长一点。考试也是用假人头跟你考，不是有那种 model 吗？假人头是超级消耗品。可是我、哦、是没错啊，剪一次就不用，可是可以再慢慢修短啊。先剪假人头，这个敢给你剪真的头？但我们真的很会剪头，我们还是用文具剪的、哦。剪头发第一个先这样就是 QQ 了。没有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文具剪刀剪起来比美发剪刀还好哎，就是手感啦，但是就是用一般剪刀会容易分叉，但是手感很好，真的文具剪刀比那个美发剪刀还好剪，因为美发剪刀太滑，就是你这样剪下去，然后它会这样就是滑过去这样，就是比如说你这样子把头发夹起来这样，等一下。就你这样要剪一撮，剪一个头发这样，然后你就这样剪，然后那个头发就会剪刀就这样过去，然后那头发就会这样滑起来，滑起来，滑起来，就是很被影响。哦，不然有我知道，不然有假人头，文具我、哦、这个念过，文具的感觉剪起来会很工整，就很工整啊，剪起来很平。没有，我有帮他打薄，不是打薄，就是修一点。层次好像不是层次，但我们有帮它分两区剪，就是先把它们绑起来，先剪下面，然后上面再放下来再剪。对，美发剪刀当然有造型啊、打薄什么的，当然不一样。我是知道打薄的剪刀有比较特别的剪刀，但是有些人不是也会用一般剪刀来打薄吗？都直着剪，对，直着剪。就先横着剪，然后再竖着剪。但是护理科的人他们会分到一个假小婴儿，好像有听过哎，就是你要照顾那个，然后他还会哭还是什么会怎样？嗯，就是没有学过的部分，什么意思？没学过。护理科不止小婴儿，连男生都要模拟孕妇。孕妇不是照顾小孩吗？家小婴儿有点恐怖。我打有没有？什么有没有？哦，有没有学过的部分？我自己解读问题。哈，我就眼睛很干红。我就是现在眼睛很干，对。我现在有点雾雾的感觉，还是我要青光眼？现在眼前雾雾的、啊，眼睛疲累，眉毛往上有点拍，感觉像那种古装剧的那种女皇帝都会化妆。对不对？不要乱讲，凤眼，这样有凤吗？哎，我是什么眼型啊？你们看得出来吗？但我现在眼睛不是好看的，因为双眼皮不够深，有时候就是会这样。我是什么眼型啊？你们知道吗？看得出来吗？可爱的眼型，不行，敷衍。看医生，看可爱的护士，不用跟我分享，你自己放心里，可爱就好。对，武则天，对，武则天，她不是会这样飞吗？可是不止武则天吧，感觉女皇帝或是比较有权势的都会讲话，分不出型，大家各种捧掉我的那种，稍微疯但没有很疯，是我喜欢的眼型。对啊，各种捧哎、欸，看一下。我应该好像都贴双眼皮，最近都没有双眼皮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，到底是什么眼型？其实我是真的很好奇。
但是还好啦。杏眼，不是还有什么桃花眼？但我有分过，好像不是桃花眼，桃花眼、凤眼、长眼，还有什么眼？忘记了。就我是杏眼吗？不懂眼型，跟紫萱眼睛是我最喜欢的。我跟紫萱的眼型其实蛮不一样的吧？我们的差别应该就是在眼睛。好像是过敏，但是什么过敏？怎么过敏？武则天的短眉毛往上。哦，我知道，古代不是有那种像柴犬的眉毛，就是两个圆圆的，然后这样子画，我也不知道。噔噔噔噔，我眼睛好大。那我今天要洗头吗？我没有唱武则天，我是说那个眉毛，应该不是武则天，点眉，对，双眼皮再明显一点。但我今天真的是意外，我平常双眼皮比较明显，但我还是不是双，我还是不是桃花眼，桃花眼好像就是整个眼睛是这样子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是整个很开。很开，啊，我是有点不知道嘞。桃花眼的感觉，眼皮的脂肪很薄之类的，就是我们团友谁是桃花眼啊？会有弧度一些，哦、嗯，对我没有要贴上你啊，我只是说说 ，I just say say。那我每天都会洗头啊，但我想说，我之后学车还要每天洗头嘛，感觉有点浪费时间。吹头发的部分，药物过敏的哦，啊，不能跟医生说不要开什么药哦。伊芙蕾，日本古代贵族，日本古代贵族是画那个吗？我来查一下眼型。不要太长，不洗就好。我不可能超过一天不洗，因为我会油到爆炸。但我今天应该还是会洗，不然我也还没找到可以两天不洗头的洗发精。你们真的要就是为我感到困扰？油头困扰，你不可以嘲笑我。好好奇大家是什么眼型哦？看一下桃花眼是，哦，不是还有上三白之类的吗？所以眼睛不用看，什么意思？看一下哦。哎，对了，我那时候在犹豫，还是其实我是荔枝眼，是吗？桃花眼好漂亮哦。哒哒哒哒哒，还有一个树叶还是柳叶啊？不知道什么颜，但我知道眼妆只有韩寒。谢谢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感觉他，哎，某某不是桃花眼吧？某某是什么眼？某某的眼尾好像比较垂，是吗？对，我记得是向下的，不是向上。不知道是什么眼。下三白的人杀人犯蛮多的，可是我记得，哦，富江也是下三白，然后那个有个 model， 小松菜奈也是下三白，猫比较疯，对啊，
我可以肯定梦我不是桃花啦，上下比较宽，我的上下比较宽，好可怕哦！荔枝是感觉比较甜呐、啊，桃花眼是杨幂，杨幂是桃花眼哦，感觉有点不会分。叫 Q 帮你吹头发，不行啊，我不能，就是我读书的时候要完全安静，我是不能听音乐的那种。学测剪超短，对啊，就是大家都会为了学测剪头发。斜视加歪头灿笑，他没有灿笑，斜视加歪头瞪。他的眼尾是这样。我已经忘记了模仿他的。很难瞪出三百眼呢、欸，我真的尽力了。斜视是怎样？但富江真的都有那种斜眼看人的感觉，不理你的感觉。现在看不到我长怎样。笑鼠，多等我一点。听白噪音是什么？哦，它是什么在 YT 可以搜寻到的那种吗？练练剪头发，帮同学剪。我一定会去找发型师剪。不听音乐读书会容易睡着，会分心。可是我听音乐也会分心啊，轻音乐我也可能有点没办法，海浪声之类的。三百，但三百也是要天生。星空的错误，为什么？哦，不理你，不理你。他就是那种睥睨众生的感觉。我失去富江的那个感觉了，到底是怎么样？模仿能力下降，它是贴巴巴的银白蛮花，它一张是这样，不要看我的这边，不行，我现在眼皮超级浮肿的，应该需要借助双眼皮贴，白眼，堕入凡尘。班姐姐白衣的时候大概差不多，什么意思？听着感觉更容易睡着，真的吗？所以你们读书都会听音乐？我后来发现读书会听音乐的比例超多的，可是我真的听不下音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要在一个完全安静的环境。最近国外不是好像有，就是完全没有声音，然后又很安静。哎，他会把犯人送去完全没有声音，然后全部都是白色，然后隔音的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感觉很适合学车去，学车就是需要那种地方，就是完全安静，然后你就是只要读书就好了，一心一意专注。笔电打笔记，但我一定要写下才记住，反正就是写过会比较印象深刻吧。看心情，有时听，有时不听。英国人说翻白眼，叫翻白眼，翻白眼。不读书的没试过，我想去看看全白没声音，但是我感觉会待不住。那学测的话，宝宝可以试试看，学音乐可以。还没进入状态要听音乐，进入后就不用了。但我现在就是会，我现在就是没有打算要，我现在没有打算要。就是读数学，我现在就是国音社，就是在拼。对，宁愿听音乐，也不要听别人讲话的声音。读书听闪铃，闪铃是什么？怎么想象？因为很想睡觉。读书一定要够闪才读得下去，怎么可能？我都要很安静。
而且我最近就会在上一些课的时候，就是在读我的社会，因为我现在才开始。对，人家都已经暑假已经开始了，那我就是差不多最近才开始，所以我就有点来不及了。然后上课的时候就是都在，就是不管上什么课，我都在读那个社会。那英文我想说就背单字嘛，所以我通常不会在上课的时候背单字，就是都在读那个国英，都在读社会。暑假做了什么？我暑假就是光是完成那个作业，老师的作业。对，还有什么？那暑假我也有在读耶。暑假应该就是跟着进度吧，我没有多读进度以外的。挑各种口诀，社会就是要用联想的。可是我就是发现，在老师上课的时候读，我超级容易分心的。对，我超级容易分心，就是我真的就是一直在读，但是我就是会没读进去。地理能背得出地名了吗？为什么要背地名？又用不到。那是不是还能数学来及吗？我就没有要读数学哈。各种口诀，社会要念啊，这个念过了。为什么一直念过的？看数学是不是觉得是另一个新的东西？对，因为我数学课就是在读别的。要背的才能听歌，那也太神。好像本来就是歌曲比较好记忆。数学 I'm free， 对，他也是 Dobby。我一开始大扫除，对，我是之前断考的时候，我是真的会每次要读书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就是清理东西，就整理房间之类的。居然不读数学，对，数学太不欧了。记忆型的吗？还是逻辑型？其实我不知道哎。但逻辑型用什么方法？逻辑型。不知道哎。对，我放弃数学了。找那种国一社家具高的心应该有救吧？哦，家具高。我想说家具高是什么意思？国一社家具高，我就是真的，我眼睛疲劳顶扣扣。加权，没有我发现我想要的戏都应该没什么在看数学。戴耳机不要放一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那可能就是戴耳塞。可是戴耳机好像还是可以隔绝一点声音，但是我左边 AirPod 挂掉了，突然开窍。要不要去看想读志愿的最低录取分？有啊，我有看那个，所以我大概想了一下，就决定不读数学了。就知道小 B 弹跟 B 弹的差别了，用不到啊，用不到吧？地理要求不高，不要把台北歪都当成台中就好。Mina 是怎样啦？哎，我可是地理考过第七名的人呢。今天来念书吧。但是这也平常都没在扫，不是啊，因为就是你不能就是强制把自己手机关起来，但是你就会开始东摸摸西摸摸的。弄题目再检讨最有效率，对我来说，就是感觉应该是要看那个题目的累积量吧。就是当知识大家都会了之后，感觉就是看谁就是题目写的多。我看数学真的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来什么，对啊，而且我感觉我如果要数学的话，其他科真的是我真的是没时间的。来一下台湾县市的顺序，好久以前的，我还在背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国小吧？北基、桃竹苗，然后嘞，云。云林吗？云嘉南？啊，有一个中彰云的吗？哦，中彰云，然后云嘉南，中彰云嘉南，然后屏东，然后花莲、宜兰，
还是宜兰花莲？宜兰花莲。南投就不用背啊，南投就在中间了，干嘛背？念书本来很多就不是为了游泳，对啊。有些人不要不看，他要看总积分，可是我没有办法。这次不是新课纲完蛋了吧？什么意思？台中复习讲义最前面单元考题分析。哦，真的、哦，考的多先读。我现在直接从第一单元读，感觉这很实用，我会采纳。南投北山，南投就在中间呢、啊。领导要冲绳，高雄去哪？高雄就在台南附近，台南上面，还是台南下面啊？没关系啊，这个不会考，这个真的不会考，在中间反忘记不会啊，就是在中间啦。南投在哪里？二阶筛选也会看总分，数学其实 CP 挺高的，真的吗？好像大家都说数学 CP 高哎、欸，可是我不想读数学，因为数学就是同一套东西，你有那个公式就可以套进去用，但我不想，堪忧咯，没关系啦。新竹东边是台东，什么意思？新竹不在上面吗？高雄站在高雄，但在台南下面。好的，感谢大家。那这个没什么用啊，这个不会考到。可以不念，但把握好基本题的分数就好了。现在就是，对，忘光光了。怎么办？我学测 OK 啦，我可以拼好的。会考也是啊，我会考运气很好的感觉。会考感觉就是可以靠运气的东西，因为会考就真的很可以靠运气啊。这个海龙公式是什么？我还蛮聪明，数学准备一下，感觉投资报酬率不错。我也聪明吗？投资报酬率，数学哦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数学，但是数学我是就是自己没有办法理解，我就一定要问别人，但大家都很忙哎、欸，不然我要请个家教，数学是。很复杂的东西耶，对啊，数学会上次都用不到。OK， 不然你但数学不会，因为不会就是不会。好哦，问粉丝啊，说读书的时候，直播的时候读书是数学不认识你。这边有很多很闲的人，他们变读书台，你们会很无聊。多看几间学校的录取分，有我现在目前，好，我只看三间吧。三间起口，四个选项三到剩两个就好，这样那个几率就会多很多。对，会考学测的是会考是真的学测的，会考就可以考运气，学测就是真的不行，不会就是不会。会考真的多数都是靠运气啊，数学不是早放弃早快乐吗？一点不会觉得数学 CP 高，不会就是不会。只不过最后秀一下不会的题目，大家小盒子给你详解。可是那就跟那个讲义的详解一样，我就是看不懂那个详解。还听到吗？不是，不要乱帮我，不要乱帮我选学校。数学不行，那不会就是不会。不是台青教。A 加 B 乘三，求 AB 数字。3AB， 我怎么知道？
那你读书也不错。我没有直播读书过啊，还是有，可能有一次，可是我还是有讲话吧，因为我很容易分心，我没有办法直播读书。好，学数学能让脑袋灵活，以后背其他东西会变快。才提了说，哦，那个考试前读的书呢，是不是？那种方法，临时抱佛脚方法不适用学测啊，因为就是当那种是少数的几题，可是题目多了之后就记不起来啦。对，念历史，我想起来了，对，考试题目有考到。直播读过书，可是那个读书就是不一样的啊，那个就是我已经读完了，已经在做题目了。可是学测我是还没读，就是我还没把那东西装进我的脑袋里。我上次是在写题目，对。同学说他补加加看他分数后，我们老师刷钱拍照，好坏哟、哦！临时对抱佛脚时间，对少数短期记忆，现在要这种长期记忆真的不行。谢谢欢迎战士的 Kiki 做你的猫，喵！噔噔噔噔，念历史国文的时候可以呼叫我，其他先不用。真的，哦，眼睛好干哦。真的，我感觉我现在读书超容易分心的，我没办法，就是集中精神。但最近比较可以了啦，前阵子我是真的没办法，但现在可能有那危机意识感，就剩100天了，所以我还蛮就是可以认真，只是有时候很想睡觉，我就看到书我就很想睡觉。谢谢你的行李箱。是不是要去休息了？还没，差不多。谢谢西西的啾啾你哦。可是我现在牙齿真的很痛。还有超过100天，没什么不可能的。可是我现在的智商应该就是国小，我觉得应该是有国小。我国中的感觉也忘光了。也是短期考完后全部还给老师了，是没错，但是就是抱佛脚有用，对，是真的有用，会努力的。我的人生智商应该幼稚园，没有，我智商真的很低。Oh my god， 现在真的超笨的，给自己一点信心，完全没有信心。国中小孩出社会后才是第一标，中大特训班一定要把海安安特训班，感觉蛮聪明的吧？可是当天就是人生巅峰，感觉很早就开始读了。去学校图书馆读书都睡2个小时，欠缺耐心，聪明才是没问题的。就我现在很比较难集中精神嘛，以前读书还可以，我读国考才读60天，那是你天资聪颖。中间对啊，剩106天了，是吧？印象中是，好可怕哦，剩100天，倒数100天了。我会考的时候反而更早开始读，但我虽然中间有荒废，好吧，完全荒废，我只有一开始认真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是考的还可以。谢谢欢迎战士的真情告白一，和你一样岌岌可危，真假的？比我危险超多。蛋糕对自己有信心一点，不要再给我飘走眼神了，后面不用打，都是运势，真的耶。我是认真觉得考试就是一种运气，考学测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，是真的差很多，你猜对的话就会豁然开朗，但不可能，学测超难猜对的，是真的很难。那你们可以告诉我数学猜什么数字比较有用吗？智力测验是多少？它没有数字，但是就是还不错。选多题就不会觉得运气有用。零，我也觉得零，零或一，感觉零。全写零的话，感觉蛮就是填充题。全写零的话，感觉蛮有可能的，对吧？考验证会有点差距，对啊。
多选题会不会倒扣？好像应该不会吧？标 C 吗？标 C， 因为刚刚考填充，就是都填充啊，就把它写下去。怎么可能？我已经读不到，要写要猜也是要猜零或是一，感觉比较多，对。感觉起码会有一题答案是零或是一啦，照理来说，因为会考好像也都有，对，原来有标语，是感觉不用一直想会考的时候怎么准备的学测不一样。那我会考就是没有在准备，但我学测现在就是冲刺了，我现在都要在学校留到很晚。那如果是在考试准备，完全也会大爆炸，是真的。就是如果你衰的话，就会两个选项选，永远都会选到错的那个。唉，这一课填充是真的很难，就是像公民啊，你就要写出那什么法律之类的全名，然后历史的话，你可能要也是要写出事件的名称，就是不能写错字。然后地理的话，你也要写那个专有名词，脑袋爆炸。现在填充题吗？还是我拖延太久？有啊，可能是我们现在才有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。负一也是有利的选手，感觉零跟一很热络。公司备好，关键队就有分数吗？是吗 ？I don't know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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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好，欢迎。108才有，上次刷认真念出是不是差不多过100天了？什么意思？现在才要进入倒数100天，对。现在106，106。谢谢爸爸的带我走。新西兰国文跟作文成绩封闭，作文写好很重要。对，作文好像真的蛮重要的。那我作文其实就是量而已，就是普通吧。但我们班好像也是有一些是可，对，量就是普普通通，没什么特别吧。作文错别字不转还是写转？我又不常写错字，我真的不常写错字。错字的话是真的不会，但是。错字不会，白日真的要加，对啊，我现在整个在冲了，冲刺了。可是不抓错字吗？应该会抓吧。谢谢潘奖的掌声鼓励，谢谢爸爸的吻手礼。作文就写生活经验，你跟其他经验不一样，可以写成图书，可是要看题目了，看题目可不可以让我好好发挥。但是作文感觉是真的很难，如果你要写到优的话，那你感觉要写很像作家那种诗人那种感觉，就是比如说什么我在雨中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潸然泪下那种很文艺的那种词才可以得到优。那我就是我很不会写那种东西，我也不会讲那种话，就是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，反正就是你们应该懂我叙述的，就是要很文艺感。对，这件玲玲体如何？我要认真看，我可能就看一两句，感觉玲玲蛮适合写作文的，想不到文案之类的。IG都打长文，对，我的贴文都是很短的。对，不是装逼看很多书，有，不是装逼，有的看。所以我觉得我吸收好。好慢哦，这个海绵就是感觉没什么吸收。
对啊，这种是算几分啊？但是它有优良可，还有什么东西的？我刚刚说不抓，你们怎么比我还了解？加油，先掰下星期断考，我们好像也是下礼拜断考。好，加油加油！但我现在对我来说断考已经完全不重要了。有论述应该可以的吧？我作文是普通吧，普通偏上 0.1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发现之前会考作文还蛮多人五级分的。新课纲国总占50%，作文也占50%。哦，他说的时候都想要想去。对，就是我会突然脑中突然开始唱歌，这样子占三十。跟着读一起去考学测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可以报名看看。有结构比较重要，结构接下来就随便写。但我写作文是比较偏向，我会用蛮多的修辞嘛，譬喻、摹写之类的。但我不太会用，就是诗情画意的那种感觉。看一下语录妹了，而且感觉作文要写很多。论语，然后要举很多论语那种，他才会吸引他的注意。申论题好像没有，哎，国中会考是不是有啊？忘记，怎么有听过申论题？一半都54分哦。他把歌词写进去也不错嘛，感觉论语他会更开心。五级上的用词都有深度，哦，那我感觉我现在就是比较普通的用词，对，因为老师的词抄进去看，阅卷老师直接惊为天人，引用用到爆，对啊，就是讲两句话就用一个引用，就说我朋友最近来找我啊，有朋自不是，古人曾说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对，然后这种无聊的字句全部给他写上去。感谢一对张爱玲，我们最近一直在损玲玲，最近哦没有，不是最近，一直都在损玲玲，最近后来就背一堆例句，然后想办法引到那边套用。可是我其实背很多轮啊，不是，好像不是背很多，全部背完宋词论，因为国中的时候老师就是我每天背一篇就背下来，但我有点忘记，但是如果复习一下应该可以再记起来，但我不太会用。名人的例子，对，孙俪，古人曾说可以改用古云，比较高级的 feel 哦。古云，有韩字远方来，背一下千秋令的歌词，我还没有看过千秋令的歌词。有朋自远方来，虽远必诛，不行。来一些宋词，我分不清楚宋词跟论语。宋词是不是？哦，宋词比较长。宋词有什么是宋词？你们给我一句，我搞不好接得下去。玲玲感觉就很文青，对。玲玲不是会生气吗？她感觉在公园就很想反驳，没，她说哦没有哦，你们都这样。他会这样，哦，想象到你们闹他的感觉。我们有时候练习，然后坐在外面沙发，然后我们就会可能滑个 IG， 然后看到玲玲，然后就说我们会念他的词句，他说哦不要念啦，这样。谢谢花生的告白气球，我们会学他的照片，因为我们发现他照片都同一个角度，对，他说哦你们不要再学了。我说为什么不换个角度？因为他的 IG 就是，我想一下，就这样，就是撩头发的。他什么这样？这种感觉，我们好屁孩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是宋词哦。然后嘞，忘记了。还有什么宋词？现在开始培养语感，以后作文不用担心，因为你们知道他语录没？大概要借钱不见，
我现在念榜好了。好，今天的第一名是林果，谢谢林果。这林果的啊，林果的头贴是涂鸦，谢谢林果。第二名是八字，谢八字，谢谢。第三名是西西，谢西西，谢谢。第四名是欢迎战士，谢谢欢迎战士，谢谢。第五名是艾拉，谢谢艾拉，谢谢。第六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谢谢。第七名是爸爸，谢爸爸，谢谢。第八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，谢谢。第九名是花生，谢谢花生，谢谢。第十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ありがとう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水调有歌，是水调歌头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啊！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吗？不知天上却哎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还有什么？忘记了。但我希望我学测会用到这些宋词《论语》，因为我感觉背了从来没用过，就是背了，然后呢，就是背了题目上面出现了，就是然后也没有怎么样，因为我们就只是背而已，没有了解那个词的意思，这也是宋词，分不清宋词。跟论语哦，论语好像哦，好像可以分出来。昨夜雨疏风旧，龙须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哦，你要写，你有接下去啊？真的对、啊，然后嘞，不用不太到过去尝试。华美的文字铺成无意义的词语，那我以后讲话要这样。怎么样？如何？那大家下次见可以用什么比较华美的词语、词藻？那诸位，那诸位，诸位什么？文言文会有一堆注释一样。何日君再来？改日再见君。辞藻华丽，然而空洞。傻眼。诸位，这是古文吗？好。平淡的内容却试图用华丽的言语来掩饰。那我想写的作文是那种淳朴的，不是那种什么乡土文学作文，是那种淳朴的语句里面透出那种。真心的，就是情感真挚，对。但是阅卷老师都不相信我，他们只想要华美的辞藻。明天见各位。今天也不错啊，哪天跟我们见面？何日君再来？欲知详情，请待下回揭晓。小明告退，这。然后呢？退下，退下吧，各位。为赋新词强说愁。好，骈体文感觉有点华而不实。遮，好，退下。谁有拿到？拜拜。对仗来充版面，对。我现在有点痛到脸了。奴才告退，老师感觉没有高高在上，超级华丽。有。拜拜，拜拜有什么？
好，拜拜，等着告白就好。好好的，蛋烤加油。好，哎，下次吃蛋烤结束，什么智商还没好，拜拜，记得想我。下礼拜就是断考完的韩寒了，虽然断考对我来说没什么重要，拜拜。